来吧，朋友们，欢迎这个詹老师，詹老师为我们的图书馆做了卓越的贡献，谢谢。我们从那个物质生活的追求，现在已经到了精神生活的这个奋斗了。从这会儿精神生活了是吧？对，这会儿的精神了，太精神了。哇哦！哎，这算什么风味的凉面？北京凉面，北京人。嗯，凉面很好吃啊，太好吃，特别好吃。辣椒，那丸子也特别好吃，丸子好吃啊。但是我觉得用这脑壶喝啤酒确实是有一个高兴，可以它用本来带啤酒，就是滚。带皮的，对，在里边皮单独。不好意思啊，我来给你弄呗，你自己干。你这边干一点的呢，你这边各一样。你开始拌第二碗了是吗？对。那瓜丝，那我再来点不好意思。来，我给您拌。不好意思，没问题。哦，我还真的是特别想吃面，最近奇了怪了。你吗？这是好事儿啊，我就想看你多吃。宰啊你！